咱们这帮人呢，等于把敢死队啊，敢死队都起。我们对方打掉啊，咱们直接上马上马。看看对方啊，是否推这个炮。如果推这个炮，咱们平局抓，给对方一个空投。空投啊，在这个圈套起啊，咱们有平炮将军将来压马打死城的棋啊。那么这就是一个敢死炮啊，敢死炮弃炮打城的棋啊，咱叫平局抓炮啊。如果对方踩掉的，咱们就把它踩掉啊。那么对方如果打掉，咱们平炮将那咱们就进去啊，进去压马。进去压马这步棋啊，是其实是一个打车的棋啊，打死车的棋。那么在这里啊，主播给大家解释一下。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棋啊，千万打掉对方这个炮啊，你这个炮就不要要了啊，千万不能要了。你如果打掉对方空投，有可能会中这个圈套啊。这边咱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平炮打死车了啊。这就是一个敢死炮啊，敢死炮的威力。走到这里啊，对方好像已经懵逼了啊。咱这个马就不打了，先吃掉对方这个士啊。
命。那么你将军，我只有平将。现在咱们有一步杀棋啊，直接六路车杀士将军，前车后跑，对方只有上将。如果上将的话，咱们杀马啊，拖屁股直接拖死了啊。绝杀了棋啊，对方已经没解了。绝杀！那么你老这里啊，这就是一个敢死炮的路线啊。大家可能一般都见过这个敢死炮，千万不要中这个圈套啊。